社長、俺は君を信じる。哎，不接。这个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学了几天艺术？就是达芬奇、罗丹、毕加索、梵高、安迪沃霍尔的。就是我削你，削你！你看我现在怎么把你回李默。喂，洛洛，你刚念到啥呢？嗯，没什么。哎，洛洛，我想给你帮忙。我觉得整个伊安，就你能帮我。帮忙啊？搬家吗？搬箱子。公道价，10块钱一箱。啊？易安记者小大人提问：新年是什么？不是搬箱子吗？新年是什么？啊，又赚不到钱了。新年是什么？你吼我？没，哎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新年是什么？新年就是…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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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你再呕一句我打不你头啊。你让我再呕一遍吗？继续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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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你，早点休息，咱们周末不见不散，再见。哎，战什么剑呢？我说的今天就是要唱一首歌。歌？哎，我们发首新歌吧。又发新歌？新歌，新歌，啊，新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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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道你们不觉得一首新歌是送给新年最好的礼物吗？